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现在哈有两个位数啦，一二三四五位数 ，b 的话是一二三四五位数啦，两个位数，以十一除以 a 余零，也就是说这个哈它可以被十一整除，哦，它可以被十一整除啦。然后以九呢除 b 余二，也就是说余二的话哈，你把这个减二。把这减二以后就可以被九乘除了，你就给它减二哈，它就可以被九乘除了，被九乘除。好，那么他问说哈，泽啊哈，这个三 y 减 x 等于多少？哦，三 y 减 x 呢等于多少？好，我们现在来看哈，这个的话哈，能够被十一整除的话。就这个加这个加这个哈，啊减掉呢这个加这个，要一定能够被十一整除，也就是说五加四加三就是十二嘛哈，十二，啊十二减七是多少？哦五加四九嘛，哦是十一十二，减七的话就多少？五啦，就五呢，减掉多少呢？减掉 x 哈。这个能够被十一整除嘛？就十一 k， 那 x 只能是5啦，哦，就这个带零的话 ，x 就是5嘛。这如果是带一的话，那这样的话 ，x 就负的啦。这如果带负一的话 ，x 就超过十了。所以的话，这个一定等于零，也就是说 x 哈，它是等于5的啦，哦 ，x 一定等于5。然后呢，这个哈。你减掉二的话，能够被九乘除，也就是说，也就是说什么呢？就是说这个加起来的话，哈，这个加起来哈，加起来除以九的话，余二了，哦，那也就是说呢，这个加起来哈，除以九余二，也就是说四啊，哈，四三六。就四啊，四加三加六加八加 y 减二的话，它能够呢被什么呢？被九整除了，等于九 k 哦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呢，那我们先来看哈，这个的话就一定被九整除了嘛，三加六已经被九整除了。这个的话，八加一个一的话，能够被九乘除，所以这剩下三呐。所以呢，三减二的话是一嘛，也就 y 减一哈，要能够被九乘除。所以 y 的话应该等于八哦，这如果等于零的话 ，y 就等于八嘛 ，y 就等于八。哎，不对啊 ，y 的话等于一啊，这如果等于零的话 ，y 等于一。啊，或者呢，这如果呢等于一的话，哈，如果等于一的话，那这是九嘛，那 y 的话就是十，所以不合。这如果是负一的话呢 ，y 的话等于负八也不合，所以 y 只能等于零啊。哎，那就不是 y 等于零了，就 k 只能等于零 ，k 等于零的话 ，y 就是一啊。好，那这样 y 等于一，那 x 等于五嘛。那这样的话呢，这个就等于多少啊？三。减掉多少呢？x 是5嘛，三减五的话呢，等于负二了。等于负二了哈。我看看哈，这个，我看看我这里有没有算错哈？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，哦，十二的话哈，再减七，这是5嘛？就是说呢，就是说这个十二了哈，它减掉多少呢？七加 x 嘛，这等于十一 k 了。那这样的话就是等于五减 x 嘛，等于零 ，x 等于五没有错。那这个呢？这个我看哈，四三六八 y， 四三六八 y 嘛，哦，这个加起来哈，
加起来的话呢，除以九哈，要余二，除以九要余二，然后你减二的话呢，就余零嘛。我全部加起来4368 y， 减二的话要能够被九整除，这个被九整除了嘛，三减二哈，哦，三减二是一啊，三减二这里是一，这里是写错了，加一，要能够被九整除。好，那所以呢，这应该多少呢？这一的话呢，行不行啊？所以哈、哦，这个 y 的话呢，就等于多少呢？等于九 k 哈、哦，减一。那 k 的话带一啊，哦 k 等于一的话哈、哦，这个就等于八，所以 y 等于八才对啊。哦，那你等于零的话，就负一不行嘛，哦。所以的话呢 ，y 就等于八，所以这 y 等于八了，所以这个是等于的话呢，三乘八了哈，三八二十四，减五多少呢？十九了，十九才对。哦，这里写这里呢算错了，哦，应该 y 加一才对，不是 y 减一，所以答案是十九。